提倡在地食材减少碳足迹的观念，嘉义观光处邀请着小地学儿童剧团来巡回演出。十一号巡回到德佳罗本国小，剧情巧妙融入着嘉义观十八乡镇的农特产，呼吁民众建立着爱用嘉义观的在地食材，有效减少碳足迹的概念。一家环保区，在地农园，在地食材。环境教育巡回宣导车十八号上午开来到德佳罗本国小，巡回电视邀请到小茶壶儿童剧团单工演出，透过着趣味的剧情、精彩的互动和有奖竞答，唔然后表演艺术下乡和学童做短线接触，更将嘉义县十八乡镇儿童特产融入剧情当中，呼吁观众建立着爱用嘉义县在地食材，有效减少碳足迹的基本观念。因为都用在地的东西，它的产销哦，它的运送就可以减少非常多碳足迹的排放，因此呢，如何让我们的碳足迹减量，也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一出戏剧，让学生可以了解到，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如果你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，其实它要花掉非常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，那不如我们支持我们在地的食材，支持我们在地的农园，不但可以促进我们在地的经济之外，也可以让我们的环保更加的有保障，让我们为从生活中做起，为我们的环保尽一份心力。罗本国小校长林俊良表示，戏剧是同大众生活的多媒体艺术，透过着戏剧来讲故事、讲道理，效果往往比单纯说教和宣导更加有效。这款的展演活动唔来当落实着艺术下乡的理念，更希望会当让学童在笑声当中建立着支持在地、实在的基本观念，让环保意识人对生活当中来做起。新闻控姚宏德家乡采访报道。